康熙辛亥，大旱，七月十五日，昆山泄露地方，有夫妇护水，忽雷雨大作，震死其夫。然其夫素行诚实，莫测其故。妻思叹曰：“只为十八斤肉耳。”众争问，乃云：“去东书租入城，亳州岸侧，见空舟上有肉一间，无人来取。”臣系素召周回，称之十八斤。而此肉乃岸上附加物也，有必置于船上敌之，偶以他事暂去，即回而失去其肉，主母踏之，失手，遂毙。其夫未必破家，与妻大闹，妻愤甚，亦自缢死。雷府之诸，直是故耳。按道路所遗之物，往往有偶然取之，类人丧生失命者，如此类事也。促之人遭其祸，而己亦被遣。安用此非义之财位？故曰：苟非我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。存心了志。